张艺谋自与张伟平分手后，各种话题接踵而来。不过张艺谋未来的事业依旧是媒体和网友关心的重点。前日有娱乐从业人士微博透露，不想再为别人做嫁衣的张艺谋正在选择与拥有娱乐产业私募基金背景的昆虹传媒联手打造张艺谋文化产业基金，首期募资高达近20亿元。目前并没有相关人士出面澄清和证实，我们也只能静观其变了。